我没有过去，只为巨人城而存在。十年前，这座城毁于战火，废墟之中，血肉与机械融合，进化。当它苏醒，将会成为世上最强大的活体武器。我已经等了太久太久。巨人城是我为他搭建能量神经，是我给他移植泰坦心脏，他是我存在的意义，是我唯一的守望。今天你们的性命就是他苏醒的祭品。